做文讀啦。咁我哋今日咧會同大家坐喺度咧拉一下個大字文嘅。我哋首先都坐喺個舒服嘅位置啦，打開左腳嘅，係將兩邊貼咧可以撥一撥翻啲肉出嚟，坐翻正落兩邊貼嗰度，可以放低右邊嘅膝頭接住右腳嘅。勾住左腳腳趾，擰一擰個身去左邊先。好，我哋吸，打開手，好，呼，向前接向左邊嘅大髀。好，再嚟吸，打開，呼，向前。重複多四組，再吸，打開，好，呼，向前。吸，打開。將你的兩邊貼坐穩啦，唔好飛起咗右邊添。嚟到呼吸，得啦，將個肚盡量越接越低去左邊大髀。哦，抱住喺度，將你的胸口少少捲下背脊，壓低個胸口，捲下背脊，壓低胸口。係啊，捉唔到個腳掌咧，可以捉小腿去做呢個動作。咁如果寒背得好犀利，就將自己坐翻嚟中間，一下先做呢、這個，將身後推前，拱一拱背 ，keep 住呢個動作。好 ，hold 到一下向前接嘅時候 ，hold 得。好，感覺你成個背脊要慢慢將佢拉長向前。好，我哋慢慢跟翻上嚟。轉翻個身嚟中間啦，好，左手可以捉住你嘅小腿啦，或者去到嘅幫我捉腳背，反轉反手去捉腳。好，擰翻個身對前面，吸打開右手，收尾耳仔上面。我盡量好多同學做嘅時候放鬆咗右手，我要用力伸直大家個手臂。我吸上，好落，拉你長個手臂，吸上，好落。俾多四次，我吸上，呼落，每一次落嚟都拉長手臂，再吸上，再呼 ，hold 住呢度啊，望上天花板，擰多啲嘅身板中間，好，慢慢吸氣，上翻嚟中間，好，鬆下個背脊先，擰下左右咁擰下。好，我哋準備翻嚟攞起右腳搭去左邊大髀隔離。我將左手攬一攬個膝頭翻嚟，右手可以放喺你後面，將你個膊頭打開多啲，右邊嘅膊頭翻開，兩邊嘅盤骨坐穩落正，盡量咧將個右邊嘅膝頭貼近心口嘅，將人咧就唔好挨咗向後坐，要用力蹬直多啲個背。好，慢慢轉望去右邊膊頭後面。我慢慢可以轉翻中間，鬆翻右腳掌。我哋一齊將你嘅腳踭貼住喺屁屁隔離啊，唔好坐住咗腳踭啦，腳踭喺屁屁隔離。膝頭向前面放，指向前。個人咧好想挨去左邊嘅，幫我用左手推翻少少個身，坐直翻你身體中間啦。好，坐直一下，停胸，拉直背。慢慢呼氣，可以試下拍下前，拍到最前，盡量要直背多啲去做呢個動作。係啦，好多人都會攣住咗背，幫我用力挺直個背啊，將個心口壓向前 ，hold 住喺度。每個呼氣可以慢慢將肚壓低去大髀。好，慢慢捲住個背上翻嚟中間。好，我哋轉一轉個身去對正你嘅脊前，慢慢 keep 住將你嘅腳踭放翻喺膝隔離啊。俾你個一個手踭放低，第二個都慢慢放到嚟，可以接受到大髀唔痛、膝頭唔痛、扯住嘅感覺係正常嘅。如果你已經係好辛苦、好痛，你就 hold 住呢度啦。
接受到先慢慢分得，將你成個背去瞓翻上隻上，全個身體都放鬆，撳低翻個膝頭，扯住會好多右邊嘅大髀同腳背，膝頭痛嘅就幫我就住，冇落曬，冇瞓低曬落嚟，唔想傷你個膝頭。好，講呢度最後一個呼吸。我慢慢俾你嘅手踭、手掌撐住落地，逐個手逐個手撳起自己，推翻翻上，可以收翻右腳出嚟啦，搬翻你嘅右腳。好，轉下腳趾腳會先放鬆下。咁頭先嘅動作會扯住好多你大髀，甚至係腳背，所以我哋都要轉翻你嘅腳腕啦。好，準備我哋轉翻嚟前面先。準備另一邊，擘到最開你嘅 middle space， 曲起咗，膝頭撳低，兩邊貼坐穩啦，撥一撥貼出嚟，擰一身去右腳，勾起右腳腳趾，擰多啲啦，可以推住地擰，呼吸拉長手，好呼吸前，每次落去都拉直個背吸，拉長手，再呼吸前。好，繼續嚟吸，呼，嚟多一個吸，呼。好，佢捉到腳掌就捉腳掌，捉唔到就捉小腿，盡量將你嘅身體再推前多少少，好注意，慢慢可以拉直到個背，幫我再肚壓低佢大髀多少少。好，慢慢卷背上翻嚟中间。好，都一样，右手可以捉到脚背，帮我捉脚，反手捉脚，系啊，或者捉唔到去捉小腿都 OK。吸，打开左手手臂在上面，拉直个手臂啊，心口拧翻前面，好，呼翻上嚟，我继续吸起上，呼翻上嚟，继续吸，呼。再吸，呼，最後一個吸氣，開住拉直嘅手，開住，擰翻個身翻去前面，望上天花板，呼，吸啖氣，好，慢慢上翻嚟中間，可以將個左腳小腿折一折翻向後。膝頭指嚟前面啊，腳踭喺協隔離嘅。好，慢慢坐直一下先，將個手推一推，坐直，將背坐直，勾起右腳，盡量將個膝推嚟左邊少少，呼吸拉長手背，再呼去前，繼續吸起上，呼起去前，繼續吸。抱住在这里，拉直的背后，慢慢卷背上翻翻嚟中间。好，最后我哋转翻向脊前啦，继续膝头指翻嚟前，慢慢臂手踭一个一个咁放低落，都可以接受得到，唔会太辛苦太痛嘅，就慢慢落嚟。將背脊放低，膝頭撳低，扯住左邊大髀腳背，甚至膝頭都會壓住啊！如果痛就可以就住，唔使瞓低曬，好住。最後好多一個。我慢慢將手踭、手臂撐直，撳住一格一格，慢慢行翻上嚟，鬆翻左腳，轉下腳趾腳，兩邊轉下，
好，跟住你坐直一下，吸啦，双手背部向前落去，咁样压低膝头好多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慢慢卷翻上嚟啦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嘅坐低做嘅开大前晚系头一个部分嘅，咁会之后有第二个部分俾大家去练习。咁大家可以循序漸進咁樣跟啲動作去慢慢去幫自己拉鬆。咁今日嚟到呢度。